很可笑，这么小这么小的一间房间，我必须要麦克风，所以是很 funny 的。特别小。你要讲大声一点，听不到。Funny， 哎，你问的话 ，funny 很可笑。好的的。你要把这个字当做英文名字。Yes， funny， how are you？ 你要说 how are you funny？ 好，谢谢我们看77页。想什么看？那个 Mr. Sony， Panasonic， 他就说我是模仿去啊，对啊，出装回来好哩。啊，还有另外一部还跟我介绍啊，好，过来，啊，老师，你要不要看？我说要。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将功赎罪。啊，那个同学后来跟我做我的游戏。那平常分数的加一多一点分数给他喽。学生非常善良，善比人意啊。老师，我加他多，你要不要看？好啊，好，给他一些，我拿出出国出国看。好，我跟你讲一次，我有三套，我特别去大三买的，然后学生跟我借去哦，我现在连一套都没有。然后我竟然忘记谁跟我借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我真的多伤心啊！我什么《神雕侠侣》啦，《鹿鼎记》啦，还有什么《倚天屠龙记》啊？哎，《倚天屠龙记》我都有，全都金庸写的吗？通通被学生借去，然后呢都没有还我，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是谁跟我借的。然后我相信一件事情，他也忘记是跟哪一个人借。我自己会在布告栏上面贴。老师，谢谢，我们继续。好，关掉。你要看哪一排？我跟张立秋真的很合得来，两个一起吃东西啊，不要叫，还烂表。你都吃水果的，用真题哦。用刀塞剪。啊，用刀塞。那你刀塞都摸嘞。你哥哥啊，哥哥，我跟你讲，我非常管，阿姨特别帮老师去搞搞一下，我哼。哎，你不是说这是导播嘞？哦。导播必有，我讲不接。很好吃，我真的吃的快撑死了。起来，不然嗯。我吃了4瓶优格之后，什么都没味。出国回来就减肥了。就这样。现在呢？欢迎。你换新的。还没完呢。谢谢那个王一竹。还没完没？开始。小王。19。I hire him， 我关到我后面接原型，对不对？好。说一下。我王一竹啊，别人说先生嘛，现在就不管了。对呀。王一竹被他嫁的话，哈，会在他们那个巷子那边啊，怀旧。小孩都给我小孩。对，不愿意哦。我来报警。对啊。王一坚嘛，干嘛？王一坚的。老师，我结婚那天来报。对啊，对啊，你一定要回来请啊！你们对面那个戴家里，对啊，那是贵。对啊，我打算那件是毛美哦，是廉价，是廉价，廉价。等会我会讲多少钱，廉价支出。廉价支出。又借他钱，好，现在好，我讲话了，我现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台湾了，我们现在是异地。那你这么想要，调不清楚，你就不是你刚才念十二题嘛？好，十二题，十三题，好，这数学实在太难了哈。好 ，Have you never 一定错，因为 Have you 一定用 ever， 听到没有 ？Have you ever 传奇字？好 ，Have you ever seen a monkey？ 他放废物倒了。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女生部有一次啊，来了一只猴子啊，对，然后同学哈，竟然把同学抓伤哎，真的，真的很高兴，真的很高兴这件事情。再往。
啊，十三题，结果就上夜不是这样，我进去啊，那我就跟着我进去，然后就趴在讲台那边了，我下课那只狗出来了，好像我的跟班。哦，今天教室那只啊，一只狗啊，懒洋洋的大狗，不错，那是民国哪时候的事情？它学不了国文。谢谢十三题 ，OK， 十四题 ，Mr. Brown 后面接什么 ？Just now。Just now 的话就是刚才。对对对对。Just now 的话，我就用过去式。好。或者现在是两种，不要闹了，快看书了。是的。好，第十四题答案是 A。第十五题 ，Have you ever seen？ 像我自己讲啊，你最近。啊？关门的。动作太快了。对呀，你好。太快了，慢一点。我来，你放我来。巴西啊，就恶心了。我今天才拔了三次面泡。干嘛？好几盖你还是三盖？三盖。我洗澡，你讲游泳一盖，游泳一盖我去盖，然后睡觉之前。谢谢，我完全恶心。加油。加油，买了，买了啊！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妈的，用不着啊！